實習完之後就正式員工就可以整餅啦。我工作咗三年喺餅房，工作有糧出，可以俾屋企人做家用啊嘛，我開心。康智會核下嘅餅房 HC Bakery 成立於2009年，啲學員咧係喺 HC Bakery 嗰度咧係學一啲製作曲奇啊同埋糕餅嘅工作嘅，無論由呢一個洗嘢啦、猜粉啦、磅嘢啦，同埋整糕餅即係整蛋糕啊嗰啲，佢都有。智障学员由资深的糕饼师傅带领学习制作曲奇和糕饼产品，从中等他们的才华和工作能力有发挥的机会。在教这个智障学员方面呢，程序都有点复杂，是多点心机和教学方法都两回事。陈 Sir 要求很高，要求就要很高才好叻，我都做到。社會對佢哋嘅誤解同埋歧視係一大問題。佢哋嘅優勢咧係咧，佢比我哋一般人咧更加專注同埋認真做嘢。譬如我哋覺得啊，呢啲咁重複性嘅功夫好悶啊，哇好無聊啊。相比對於佢哋嚟講咧，呢啲咁沉悶嘅工作就係嗰份專注咧可以幫到佢哋咯。出邊嗰啲學員就會跳級或者偷懶，影響曬成個品質，食落去又唔好食，咁夠鬆飯。教我哋呢個智障學員方面咧，佢就會好用心去聽，有耐性，同埋一定要做到出嚟。透過真實嘅工作環境，智障學員可以建立自我價值同埋自信心。媽咪話：我整嘅餅好好食，我好開心。工作環境好好，我喺度做嘢好開心，好高興。焗餅出爐、包裝嗰樣嘢，佢哋自己一手一腳自己做嘅，有自己嘅責任去負到而去做到。第二樣咧就係真係有一啲同學咧，其實佢哋可以出到去公開就都能夠過過，佢哋都可以揾到佢自己嘅價值，所以我哋都覺得好開心。如果你都想幫助佢哋，可以上到 Yahoo Store 網站網上訂購 HC Bakery 嘅產品。Yahoo 有心人。Yahoo!